董七爷冒烟牛肉面，这是出来的细面，之前那个都是粗面嘛。这样的，只是面条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模一样的，这个要实惠一些些，这个面条是属于细的，之前卖的那个都是宽粗的。我这个是爆辣的，好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就是我吃的有点多，感觉这一份有点少啊。真的很好吃。这里都有做法。拜拜。